嗨，大家好，小新现在所在的是文成公主剧场这儿。那么文成公主的故事呢，在西藏是家喻户晓的，这部剧即将要迎来她的复演，而场内呢，演员们正在进行着紧张的排演。这部剧的台前幕后又有什么故事呢？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今年是文成公主演出的第十个年头，那今年跟往年的剧目又有什么不同点呢？我们问一下我旁边的这个导演。啊，你好，我们还是今年在这个文成公主的这个震撼上下了文章。所以说她的不管是她的大唐的这种辉煌震撼也好，完了吐蕃行走和这种整个大舞蹈的这种呈现上面更加的辉煌，更加的震撼，是这样。我们是实打实的用演员去呈现这个所有的内容，不管是这个非遗的所有的舞蹈和这个呈现这个文成公主的这个剧目的一种怎么说她的这个故事。我身后的这些演员是即将要上场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栋门就是他们过去换衣服的，然后戏跟戏是连接得很紧的，所以他们要马上去换装，然后换完装就要上台。好的，这只羊告诉我它是文成公主实景剧的演员，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呢，全部都是文成公主实景剧的演员，他们是白天上山吃草，然后晚上到剧场来演戏。文成公主实景剧里也有很多我们西藏非遗项目，比如说我们刚开头的卓舞和中间的藏戏。那么刚好这里有一个藏戏演员，我们问一下他。就是我们刚刚看到您在台上的演绎非常精彩，那么我想问一下，您是藏戏传承人吗？是的，我站在这个舞台上跳藏戏，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藏戏的话，我真的特别高兴。我们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位老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穿着就知道他是文成公主扮演者。我觉得她一个小姑娘吧挺不容易的，就是从大唐进藏，然后这些艰苦，然后我自己演第二幕的时候也特别有感触，因为第二段是讲的是一个想家的情节嘛。然后我小的时候也经常在外地嘛，然后就是有那种想家的感觉，就是尽量也会演出他那种情感。文成公主实景剧的正式演出都在夜晚，配合灯光的效果会呈现出更加精彩的舞台效果，让我们一起期待3月20日演员们的精彩表现吧。